用你的泼水液，老板娘。妈呀，这男的用什么？他在用偷用你的泼水液。用吧用吧。看在罐头的份上啊。啊，今天太忙了，稍等一下。我不吃，车来了。啊。车快到了。好香啊！好香哈、啊！看一下香不香？今天要出发去顺德了，大哥安排的。大哥也是崔总的粉丝，刚好崔总昨天回来了，他让崔总一起去，崔总答应了，那我就带崔总去吧，对吧？顺德一起待两天，我自己再单独走我的四方了啊。4-5点钟，床啊墙壁都在摇，我提着被子包着往下跑，原来是真的。昨天4-5点钟的时候，床在摇晃，当时摇得很厉害，我提着包直接走了。新闻原来是真的，啊，别走四方了。哪个总？哪个总？你这是什么总？穿的是，哎呦，这个鞋可以。我们先去老板娘那里吃个饭吧，喝个汤再走吧。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昨天跑路回来了是吧？啊，今天稳不住了，只能待一天，一天差不多300多块钱全部砸到那边了。手上还有多少实力啊？身上还有十几块吧。嗯，还有十几块就回来了。对啊。就挂逼了，只能说。对啊。啊。然后房租的话，回来再给他交呗。不要慌，大哥说让我带你去啊，不要慌，包吃包住的啊。啊，谢谢。回来大哥叫我给你叫个车。嗯。啊，走了。走啊。啊。啊，你吃什么？我请客。吃饱了，我们去佛山。养生面对。芹菜面。芹菜面。你确定就是个面条？啊，去佛山吃好的啊。老板娘太忙了，我已经叫车了。啊，车快到了，就不吃了。啊，卤的鸡哦，兄弟们，对呀。车长，你干嘛呀？没有，昨天十几块钱，他直播的十几块钱，全部花完。你不是挂逼了吗？你还买东西过来呀？车走了。哇，看，好，谢谢崔总啊。你跟老板娘买的啥？买的罐头。他用你的泼水液，老板娘。妈呀，这男的用什么？他在用偷用你的泼水液。看在罐头的份上啊！啊，今天太忙了，稍等一下，不要吃饭。我不吃，车来了。啊？车快到了。好香！好香哈！这是什么牌子啊，老板？看一下香不香？香。崔总啊，你直播十几块还给我安排这个，我就原谅你了，不跟你生气了。我跟你讲，浪费我。我现在还有2块钱的实力。还有两块啊？两块。不要慌了，不要慌。还有2块钱，不要慌了。我准备将这个手机准备卖掉。卖掉了。打算准备卖掉了。啊。不要慌，歇稳两天。歇稳两天。劳动好像又睡满了，又来了很多人呢，兄弟们。啊，工作难找他们。美女，早上好。拿两包黄鹤楼，软的，还呀，没错的。崔总，拿了我买单，不要慌，我来买单，啊，可以吧？准这个条件啊，啊，可以，这样非常好的。啊，大哥把我们叫的车啊，现在过去，酒店已经开好了，崔总，酒店好像大哥截图过来的不便宜哦，啊，先谢谢大哥啊，上车了，兄弟们，今晚顺德见，崔总，保持好状态。酒店呢，兄弟们，大哥安排的酒店，可以呀、啊。紧张啊，崔总，不要紧张，大哥都到了，紧张啥？对，相当到位啊，兄弟们，相当到位啊，啊。崔总去吃饭去，哥哥带我跟崔总去吃饭了，啊，刚刚到，哥哥在等我们。崔总，多吃一点啊。我一定中午都没吃啊。啊，没吃啊。
种，不要那么拘束啊。崔总今天好斯文，是配料啊，怎么称？崔总，哇，崔总你吃辣椒那么厉害的啊？快吃！今天大碗呢、啊，多少碗你啊？崔总，崔总，你后面有富婆，后面有富婆，你后面，今天过来顺德了，我感谢何哥啊，何哥，敬你一杯，敬你一杯，好，崔总一起。这么大一个，你看兄弟们，我手掌，大一个的。嗯，有个海腥味，来看看挑战。陈总，来，这个大补的你不吃啊？浪费啊，兄弟。嗯 ，Oh my God， 看这么大一个。嗯，一口气干掉四个。